的滋味，这是我从公园一个老爷爷那里学回来的。加油加油，我们快到了。粉色气球是要开派对吗？阿佑，哟，是新玩伴，我可等了好久了。玩伴？我？不，我才不是玩伴，我就是个好朋友、好兄弟，或应该说是一个友善的老熟人。哦，不不不，你就是个玩伴，亲爱的，还是很可口的那一种。快跑！啊！宝贝们，帮妈咪把他们抓回来。